嗱，今日 Jarvis 啊，學剪片啊。你好啊。睇下佢依部機啊嗱，你睇下嗰部嗰、那個 GPU 咧，頂籠去到一半嘅咋，跟住個 CPU 係唔喐嘅，得兩個 core 喺度跳下跳下嘅，可能分鐘係。嗰啲 low performance core 咧，嗰係啊，嗰八唔知係咪六個啊？六個 high performance 啊？六個，有四個係 low performance， 即係佢個 low performance 先，即係一半。呢部機真係黐線嘅，因為 render 咧，再睇下佢。你一 render 緊啦，所以係 CPU 又唔喐啦 ，GPU 又喐嗰一半都唔夠。因為佢有一個 encoding engine 㗎，而家你就有一個成果啦。